攀爬是饭店业上基本的技能，不过提到比赛场上，迄就无同款啦。就算是已经事前加强训练，这些专业人员也是会有出状况的时阵。因为我们摆放的方式不一样，但是自带参加啦，不在得名。那刚才进水为什么会破出来？因为碰到了，对。是因为紧张的关系。对，那第一次参加，请多多包涵。加油，周明星！加油！你说的什么？一年一度的女冠节，也是南投县女冠专业人员技能大车拼的时阵。原来多数四千级以上饭店旅馆，差不多拢有报名参加。比赛场上比技能，比赛场边嘛都爱比声势。除了攀爬比赛以外，另外一项就是整理眠床的比赛。除了比速度，嘛爱比整齐。场面虽然紧张，不过有人也是平常心来参赛。每天都要整很多。嗯啊，有没有做特别的训练？没有，没有，就平常。对对。啊，那为什么？好，小心哦。因为很多人。嗯，很多人。对啊。的时候，不然我们站起。没有。为了提升我们从业人员的这个服务品质呢，特别举办这个整床跟托盘的一个比赛。那么透过这个比赛来强化我们的一个技艺的一个提升。让我们游客到我们南投来，可以感受到我们服务品质，的一个这个提升。南投县旅馆工会理事长李吉田指出，近年来随着南投县观光产业快速发展，硬体设备已经走向高级化以后，软体方面，尤其是专业人员的服务水准，更需要相对的提升。未来嘛，将是专业人员技能鉴定的重要依据。我们可以就是依照这个资讯局的一个认定，就是有技术证的一个。发给，就以后通过我们的检定之后，他可以拿到这个技术证，那以后再就业的话就会比较方便。李吉田强调，举办比赛提升专业人员的服务品质和专业技能，目的就是希望在创造观光收益的同时，也会当让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这是观光旅馆专业人员必须要有的基本要求。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